女人的美丽是吃出来的。当一个女人精力不足，眼神无光，再多的化妆品也难抹去疲惫不堪的状态。这款药膳非常适合身体状况较差、体质虚弱、精力涣散、极度透支状态的白领丽人。滋补养颜汤，滋补养颜药膳猪肚汤的做法步骤：一、用番薯粉洗猪肚，最简单有效；二、要不停的揉搓；三、反复几遍，然后用清水洗干净；四、洗完外面的要翻面洗，里面的膜和油脂去除，用盐搓洗和杀菌，盐不可太多，以免太咸；五、处理干净后要冷水下锅；六、把猪肚煮一下，再用来煲汤；七、煮好的猪肚切丝；八、龙眼十粒，红枣十颗，姜两片，党参一条，胡椒粉适量，枸杞少许，快煲好后放入；九、加入排骨；十、煲三小时左右即可加盐调味。小窍门：药膳汤不适合正在感冒发烧、身体有炎症等不适状态食用。